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怡情观。我们常常看到鱼儿在水中游啊，悠然自得，鱼儿水中游啊，那样的一个悠游的快乐，似乎可以感染到许许多人看到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形。这是锦鲤啊，在这边很自由自在的游。可是我们也看到万物众生之间啊，它其实啊也有一些演化的这个轨迹啊。譬如说鱼儿在水中游，它没有肺部啊，它只有鳃，它只有鳃的时候，这个心脏怎么把这个需要的氧气啊，重新再给它透过这个血管的系统，让全身各个地方都能得到充足的氧气供应啊，这也是非常精巧的结构啊。但是请大家注意这里，这最上面这是指鳃的这个位置啊，然后经过这样的一个血管微血管以后到心脏，这是心脏。好，这是人，我们也是心脏。但是这个心脏跟这个心脏啊，相对就复杂很多。我这个鱼的心脏只有一心房一心室啊，我们是有两个心房两个心室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常会分心啊，可能跟我们的结构啊比较复杂有点关系。这个显然不是真正的这样子。不过这个分流啊，心脏的各种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要去思考，要去这个循环的一个路径啊，我们人类啊是比鱼类啊要来的复杂很多啊。那也就是整个一个演化过程中要适应到陆地这个不同的一个气候，因为在鱼在水里面，它相对很一些状况啊，它随时啊这个鳃可以过滤啊等等的一个状况，它的压力也不比较不像我们在这个陆地上面需要承受的那种不同的这个气压或者是高度差等等的这个问题，会变得比较复杂，所以我们的结构会比较复杂。好，提到这个心脏啊，大家心脏想知道说心脏病会发作的时间，大概冬天的一个时候啊一定比较多。为什么？冬天一个冷啊，冷对我们的一个压力啊，事实上是蛮大的。因为我们皮肤啊，对冷的那个感受器是比对热的感受器还要来得多，而且来的密度要来得高啊。所以天寒地冻的时候，哇，那个这个对生命的一个压力啊，就会转换成对器官的压力，包括对心脏的压力，所以心脏病发作的一个机会就会比较多。所以做好保暖这个等等活动的一个循序已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尤其对年纪比较大的病人。好，我们提到血啊，这白雪皑皑啊，总是让人家感觉是蛮好的这个状况啊。于是有一些诗人啊就会诗兴大发啊，譬如说这个晋朝的一个诗人啊，这个一个宰相叫谢安呢，他就问他的一个当时在一起赏雪的亲人们啊，问他说：“白雪纷纷何所事啊？这下雪这样的一个状况，你怎么去表达出来？总不能讲说哇漂亮啊，哇太好了，壮观啊，只有这么简单。你总要想出有点像文人那样很复杂，但是有一种情感叙说的那样的一个文字出来。”于是他的这个侄子啊，叫谢朗。他就讲了这样的一个话，他说啊，撒盐空中差可宁啊，好像在空中撒盐那样子，还是出盐这样的一个状况，好像稍微可以比宁的这个情形啊。那他的侄女啊，气质高一点，叫做谢道韫，这位侄女他就讲出啊，这样子说，未若柳絮因风起啊，这个好像你讲的是撒盐，好像气质不是很好。倒不如说是柳絮啊，因为春风吹拂的关系啊，然后在这样的从空中飘落下来的飘逸啊，那种感觉啊，跟这个下雪的味道比较搭，所以大家可想而知啊，谢安一定称赞这个侄女啊，于是称他这个侄女有我们要学的一个字啊，叫做永续之才啊。这个女儿啊，这个侄女啊，可教啊，这个女生啊是永续之才啊。就你看看，会把这样的一个这种很抽象的一个东西把它具象化，而且这个具象又带一点情感的那样的一个吹拂的时候，这个形容这个女生是这样子，蛮不错的。好，我们先不谈永续之才，我们还是回到撒盐去啊。盐我们天天吃啊，台湾也产盐啊。好，我们请教大家，这个是盐田嘛，哈，这个在七股啊，这个地方还有一些这样的一个痕迹在这个地方哈，在晒盐这个状况。好，这个晒盐盐池盐田，我们大家可以理解，把海水引流进来，浓度慢慢因为太阳晒的关系变得比较浓度高一点，结晶出来，那么再去采收那样的盐，应该是合理。好，那请教大家，他在做什么？他
不是在弄眼啊，他奇怪，这边有一块一块的这些东西，然后这个地方他好像把它铺起来，这我们局部放大给大家看，就是这样子啊，这个啊，这个是一个瓮瓦片，把它一块一块稍微把它拼凑起来，好像那个鲜香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来把它蒙太奇的手法，这到底在做什么呢？请您猜猜看。这个叫做一种叫做像瓦罐一样的它的盐田呢、啊。那为什么这样做呢？理由，这是从19世纪啊，所以光要把盐呢、啊、从海水里面把它弄出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怎么提高它的产量？所以透过这个方式啊，因为这样的结果，阳光照射以后它会反射，所以呢，它那个盐结晶的速度就会快一点，然后收获的次数会多一点。如果万一要碰到台风来还是什么的时候，哎，你要清洗，你要收抢收成都会比较快一点。所以这是19世纪啊，有一位从大陆这个地方过来清朝的盐商啊，叫做吴尚新啊，他引进的技术啊，给台湾制盐的这个能力啊提升起来。所以你看，光简单的一个盐啊，要制造它也有它这些历史啊，跟我们要值得去缅怀的一个地方啊。好，这个盐呢、啊，我们现在随手可得，然后食物中到处有这样盐的成分，就不知道去珍惜啊。所以现在反过头来，很多的一个地方，这是英国的网页，国家的网页啊，要鼓励什么东西啊？大家要控制吃盐的这个情形啊。他写 Too much salt is bad for your heart， 太多的盐对你的心脏不好。你要国家来动员，来告诉民众，因为这个的影响层面是非常大的。他们希望英国希望你一天吃盐的量不要超过6公克这样的一个情形啊，这个是很难达到。为什么？很多人常吃的这个泡面，泡盐里面的盐是多少？7.8公克。所以你如果要调味的时候，当然如果要吃泡面，这个还是，偶尔吃就好，别天天吃。为什么？因为在调味包里面了、啊。第一个，很多的泡面它都是用炸的，这个本身油脂成分会比较高。当然，这个香精面它本身是用煮的，那个就不一样，它油脂成分不会那么高。香料包里面，这里面含有盐的成分，在一般的这个泡面里面是蛮高的，所以可能不知不觉间呢、啊，我们吃盐就会过量。过量的一个结果，当然它对血管里面啊，这个往前走的动力啊，里面因为含有盐这个成分在的时候，就会吸收很多的水跟着来，所以这个水量就会大。水量大的结果，血压高，冲击的一个地方久了，你像这些血管难道不会起变化吗？心脏不会有变化吗？心脏负荷大，心肌不会有变化吗？这个都会有变化。所以大家要知道，它绝对不是只是吃下去啊，它会到透过血管渗透到我们身上所有的地方去啊。那包括像肾脏这个地方，你肾脏功能不好的时候，水肿可能产生出来。当然水肿不只是肾脏功能，它还可能有其他功能不好，包括营养、心脏、肝脏等等的问题，它也可能产生水肿的问题啊。但是你看，假如这个血压的一个量冲击很大的一个状况之下，这些纤细在肾脏的一个肾源、肾丝球的一个结构，它就可能受到破坏，就会造成肾脏功能的一个比较差的状况。但是如果没有盐，那也不行，无力感会产生出来。这个常常在某一些老人家，他们吃营养啊吃的状况比较不好的时候，这个钠会不够，盐就是氯化钠嘛，所以它的盐的这个成分会不够的时候，就会使得神经的一个传导发生问题啊。所以我们吃到这个盐呢、啊，其实要感恩很多的东西啊。像台湾呢、啊，这是别的国家很多是这种矿物盐呢、啊，来提炼出来。譬如说像莫扎特的故乡啊，萨尔兹堡就是 salt。这个是城堡的意思啊，就是产盐的一个地方啊。而这个盐的动荡啊，跟这个国家的革命还有关系啊。这是法国大革命啊，因为盐税啊，国家收入很重要，他要提高盐税，结果人民就起而反抗，就吃那个盐，要想的事情可能还是要多一点吧。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